直播，对啊，我不可逆的直播，大家要一起跟我见证我如何一起变强，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的自己的那个脸书粉丝团直播，所以今天的首次直播就献给Adidas了最佳代言人，可不可以看着这个镜头跟这个直播现场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？ 网络上的朋友们，在办公室屁股是不是坐的有点，真是僵硬的，身体肌肉是不是有点僵硬了？工作压力是不是让这边很酸？站起来跟我一起动一下，一起变强。OK，我现在已经仿佛听到100万人次的尖叫声，他们在镜头前面说：“天哪，Hebe现在跟我说话。”所以呢，请大家一起来见证，待会Hebe要挑战非常多的高难度课程。对，完全是进阶的，然后有一些也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。对，今天是一个新的挑战。 还记得吗？今年4月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在同一个场地、同一个舞台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亲眼见证田馥甄、Hebe挑战了4种训练课程，对，田馥红气音喘，其实有冒下几滴汗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场地设计的让所有爱运动的女孩、爱运动的朋友都变强了，对，因为你号召力，所以有很多的好朋友们都开始加入运动的行列，但是我们要不断的精进自己，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在前方。 一起变强，我们要让你带着大家一起来变强。我也想要变强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变强。因为我觉得运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的肌肉到一个程度，所有的心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会觉得哈有点无聊了，所以会想要追求更高的层次。对，因为不管你学什么，都希望能够再接再厉，然后到往上 level up 再 level up。当然，今天的现场我们在正式要一起变强之前呢，先来聊一下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，怎么越来越美丽。 因为我都在运动，所以越来越美丽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们俄罗斯一起动起来，可以聊一下最近的行程吗？最近就是上礼拜刚办完高雄巨蛋的演唱会，然后也去各地表演。但是就是在这个忙碌之余，还是必须要运动才可以保持精神。对，因为其实你知道演唱会是非常耗体力的，对，所以如果想要在演唱会上面有这么完美的表现的话，一定要运动。对，但是一个人要唱那么多首歌，其实真的心肺啊。 或者是像在舞台上2-3个小时要穿高跟鞋全场走的话，真的肌力跟心肺都很重要。而且我听说了，你知道 Hebe 要运动，还有一个非常远大而且很伟大的梦想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，不伟大吗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之前我们那个 SH 运动会嘛，然后就跟歌迷们一起说好要唱到80岁。 但是我觉得要唱到80岁，我希望是健康有活力、状态 OK 的时候。 唱到80岁才不会辜负大家，所以我的梦想是希望我可以健健康康、很有活力的唱到80岁。我们看着镜头前面来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们想不想跟着 SHE 一起唱到80岁？哦，我仿佛听到有2000万人疯狂的说我要，真的我们也很想要跟着你们听你们唱歌唱到80岁。对，主要是要鼓励大家，不管是歌迷或者是歌手，我们都要。 保持运动的习惯，这样子我们才会让自己的身体好到80岁。就是我可以在台上，他们可以在观众席好好的享受，就是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们也想要听SHE唱到80岁的话，跟着我们Adidas一起动起来。